你看到了吧？这星阵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我耗尽了我所有的心力，如今也只是苦苦支撑。我现在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可以得到你脑中的星图。而你却对我说，不能交给我。陈昭生，小心！ 神识化剑，雕虫小技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大战的力量。你只要拥有了这个力量，就拥有了整个天下，君临天下，唯我独尊。只要你愿意，这力量将来就是属于你的。力量。 力量再强大又如何？敌得过命运吗？只要力量足够强大，就可以逆天改命。逆天改命？如果真的能够逆天改命，那亲手建造这座大阵的周毒夫和太宗陛下，现在又在哪里？如果我真的是太子， 我自幼体内蕴藏着的，就是这大阵的力量。这力量很强大，可是从来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幸福。相反，因为它，我不得不从小苦苦求生，不能修炼，不能受伤流血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让师父担心师兄照顾我，简直就是个累赘。我根本不想要什么力量，根本不想。 我只想好好活着，和身边的朋友、爱人平静地度过每一天。只要你愿意交出星图，我可以立即满足你所有的愿望。老妖婆是骗子，别相信她。龙魂离体。 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知道，当年就是他帮助黑袍袭击皇城，才逼得我不得不献祭骨肉。我们母子分离，罪魁祸首就是他。他只是个孩子而已，他的父亲被周毒夫所害，他只是来替父亲报仇的。他替父亲报仇，那你呢？你救了他，难道 是来找我复仇的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陈昭生，不要向这个老妖婆服软。小黑龙，放心，我只是把她送回寒潭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愿意交出星图吗？ 师妹，这些天你受苦了。心有自在，就算身在陋室，也甘之若饴。更何况，这里并不是什么陋室。师妹的脾气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倔强的让人心疼。对了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玉莲蓬，是我特意让人从南溪摘采来的。玉莲是冰清玉洁之物，沾染了污浊之气， 就会失去他原本的滋味。想必师妹应该听说，陈昭生已经回来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他还是那么雄心勃勃，以为有教宗大人还有白帝做靠山，他就可以平安无事，洗清冤屈。谁知身后又把他关在大牢里，又成为了阶下囚。 有时候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就不能好好的、本本分分的做一个山里人？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把他逼得让他无法本分。你说是吧，师兄？我从来就没有故意要针对他，是他与魔族不清不楚，自甘堕落。
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总之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你们这一别，恐怕再想见面也就难了。你辛辛苦苦用针缝止血为他炼制的那些丹药，估计也全都浪费了吧？你自便吧，我跟你没有话可说。没什么话可说。 为什么你就不懂我的心意呢？这是你的瞳孔，事后把它交给我保管，真是可笑。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们才是一对神仙眷侣。所有人，太可惜了，这个所有人里面。 偏偏不包括我。我把自己放低在尘埃里，从我第一眼看到你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我的心从来就没有变过。可陈长生只是小时候跟你有一份情谊而已，你居然为了他跟我说你没有什么和我好说的。我们十几年的记忆，竟然敌不过这区区数日光阴。每个人都会在某一天。 遇到自己的一生所爱，在那之前，不管他遇到了什么人，发生了什么事，经历过什么，都只是在等待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只是在你等待的时候，身边路过的人吗？那如果你等了这么久，到头来…… 却发现你等的是一个死人呢，又或者到了那个时候，你才会明白，真正等到你最后的人会是谁。生当长相守。 二师兄，七间师妹，啊，你回来了。七间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师妹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大家先休息吧。哎，好，走，走吧，走吧。七间，路上辛苦了，没事吧？我还好，我很想念你们。回来吧，大家都是情同手足的师兄弟，有什么说不开的？二师兄，我还不想见到大师兄。 一看见他，我就想到他在周原里刺伤我那一剑。虽然他告诉我说当时是身不由己。七剑，周原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，那里令所有的人不正常。我宁愿相信大师兄。二师兄，我怀疑关师兄是大师兄杀的。七剑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大师兄和我们情同手足，他怎么可能杀死关师弟？ 你们吵什么呢？大师兄，七剑，你怎么还和陈长生他们混在一起？不为什么，安全。你是骊山剑宗的弟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自然应该要站在骊山剑宗这边。你这么一味包庇他，这么同情他，会给骊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骊山剑宗做事一向光明正大。 绝对不会再背地里用卑鄙的手段冤枉好人。陈长生是无辜的，你比谁都清楚。陈长生是无辜的，什么意思？那你是在说我是有罪的？没错，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说什么被魔族控制的鬼话。不然，你不会到现在还一心想要杀死陈长生。所以。 你是要帮着陈长生一起来对付我？你放开我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疯了！
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刚才自己发生了什么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二师兄，你发现了吗？大师兄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大师兄了。 大家都累了吧？我特地买了修行神饮回来，大家快点补充体力。殿下，这儿还有您爱吃的点心，你也吃点吧。秦叔叔，你别忙了，大家都不饿。你们一走这么久，我在神都这心天天都悬着，现在看到殿下没事，总算是安心了。可是师父他…… 没事的，先生，他这么多磨难都熬过来了，我相信，他吉人自有天相。可是，话是这么说，古人也说过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啊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吃东西一个顶俩才真的是祸不单行呢。那我们现在总得要想办法救救师父吧。长生他从不轻言牺牲，他敢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。 我们从白帝城回来的时候，白帝亲口说会给身后写信的，身后应该不会再怀疑长生啊。关键还是星图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让师父把星图交出来。反正我们留着也没什么用，反正我不能让师父出事。其他事我管不了，也不想管。哎，殿下！哎，殿下，等等我，殿下！哎！ 伤口和死法都一模一样，都是一掌毙命。这已经是本月第七个了，凶手越来以猖狂。不仅猖狂，而且还十分厉害，遇害者都是高手，在他面前毫无抵抗能力。大人以为真的是魔族吗？虽然现场魔气很重，但是从功法上来看，并不像魔族所为。那是。凶手故意用掌。 伤人皆以外伤为主，为的就是不让人看出他的武功路数。可惜，还是被我看出了一丝破绽。山鬼分岩，星钩横骤，路滑凌芜。这是离山剑法总诀。 萧宗大人，这次又让你受苦了。本以为你们母子相认是两全其美的好事，没想到圣后竟然真的狠得下心。身为一国之主，必然要以天下为先，我不怪他。那星图可还在你手中？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把星图交给圣后？我知道圣后。 急于利用星图稳住大阵，不过这星图太过诡异，
有些事情，我还没有搞清楚。贸然交给盛浩，只怕适得其反。你这样想倒也没错。只是最近盛浩变了很多，他越来越痴迷于大阵的威力。如今大阵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，所以他急于得到星图修补大阵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恐怕他会不顾母子之情。师叔。 盛浩，他真的是我母亲。盛浩一向不做没把握的事。我明白了。尽管如此，我仍担心他会做出对你不利的事。真到那时，我也爱莫能助。多谢师叔挂怀，长生不怕。 你说说你，听话不就不用受苦了吗？我知道你跟陈长生很要好，只要你劝他交出星图，我就可以饶你这一次。做梦去吧，天海老妖婆！没错。 我和陈长生关系是很好，其实你也挺可怜的。虽然你贵为天下第一人，但却是孤家寡人一个，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舍弃，难怪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真心爱你。啊！啊！啊！ 如果圣后拿圣女的性命来威胁你呢？望你早做决断，迟则有变。来人！什么事？麻烦你通知圣后，就说陈长生愿意交出星图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 先让我去天书碑内见圣女一面。上回来这里的时候，我还是大朝市的魁首，如今已经变成了阶下囚。现在想来，还真是感慨。只要你交出星图，没有人会关押你。说好了，见到有容，我自然会交出星图。陛下。 此人心机太重，不得不防。只要有朕在，没有人能逃出朕的手心。蓉儿，长生。 伤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放心吧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洛洛救了我。好了，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吧。你已经见到有容了，交出星图吧。你答应把星图交出来了？没事的，星图就在我脑海里。虽然此地没有纸笔，但我还是可以让陛下一窥全貌。
怎么回事？天书碑怎么会有共鸣？我们快进天书碑。 天书碑怎么让人封住了？陈长生，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忘了告诉陛下一件事情，这星图。 本身就是最后一块天书碑所生成的，当所有天书碑融为一体的时候，就可以产生转移空间的神奇力量。轩辕。 你说师傅现在没事儿吧？先是没事，但我就有事了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这句话殿下您都问了1000多遍了，我的熊耳朵都长茧了。哎，上次师傅被隔离在周原的时候，我还能通过这石板去看看他，可他现在就在神都，见他一面却难如登天。哎。 石板啊石板，如果你要有灵的话呢，就把师傅送过来看看我。嗯。洛洛，轩辕破，你们也在？师傅，是不是真的是你啊？先生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长生，真的是你啊？ 圣女也来了，难道是圣后回心转意了吗？圣后没有回心转意，是我用星图之力移形换位。移形换位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先生，你是逃犯，你是逃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要赶快离开。圣后的人马上就会到这里，估计全城的人都在找我们，我们该躲到哪里去？长生，七阶。 圣后把你放出来了，我想我知道我们应该躲到哪里去了。陛下，陈长生呢？逃走了。那有容呢？你们两个听旨，无论用什么办法。 提剑侍卫，大师兄，陈长生呢？陈长生不是被圣后关起来了吗？他和有容一起逃出去了，怎么？你没有见过他？没有。给我搜！是。 二师兄，七剑，你跟我回去。我怕回去之后，又被人拢住房子刺一剑。大师兄，他们不可能在这里束手就擒。他们来过这里。
快说，他们到底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来的时候，他们早就走了，只留下一封信。那信呢？喏，那儿呢？岂有此理！大人，没有找到。师兄，没有找到。还是你们先守在这里，再查看一下，看有什么其他线索。是。 其余的人，给我追！是。二师兄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抓到陈长生啊？不好说，以陈长生的智慧。 要想藏起来的话，别人很难抓到他。那你说，他会不会已经离开神都了？不可能，身后早已布下禁制，方圆百里之内，没有人能随意进出。这样啊，二师兄，那你接着搜，我先走了啊。等一下。 嗯，七剑，我知道你和他们关系密切。 要是看到他们的话，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放心吧，二师兄，这点轻重我还是晓得的。走了。陈长生，洛洛。 是我，七剑。嗨，哎，你们是怎么藏的？这么多人都没被发现。哼，我师傅的阵法，那是连黑袍都发现不了，他们怎么能发现呢？长生，天书碑的转移能力还能用吗？天书碑虽然可以转移，但传送地点随机性很大。我这次就是提前锁定了周元的石板。 才顺利逃了出来。如果不出我所料，石板已经被发现了。如果再次传送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会传送到哪里去。另外，我们也不能逃走。我们为什么不能逃走啊？教宗告诉我，星盘大阵已经濒临崩溃，所以身后不顾一切要得到星图。星盘大阵的稳定，一直是身后的心结，也和人族的气数息息相关。我不能置之不理。 先生，那你打算把星图交给神侯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能交出去。为什么呀？星图可以弥补大战的破绽，让大战变得无懈可击，但同时，也会让大战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强大到足以扭曲个人的意志，让操控大战的人变成大战的傀儡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嗯，七剑师妹，你在里面吗？ 快走！等一下就来了。二师兄，有事吗？我忽然觉得，你和陈长生他们交情那么好，夹在中间怕是难做，不如你离开国教学院，免得大师兄再为难你。二师兄。 你还是永远和大师兄一条心，对不对？周元礼，骊山损失惨重，你也走了。我不想师门再这么分崩离析下去。我不是不想回骊山，我只是害怕面对大师兄。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你看，这里书那么多，待在这儿每天看看书。 我挺清闲的，七剑，等一下。还有什么事啊？我想知道，如果你见到陈长生他们，打算怎么做？能怎么做？当然是见到就抓了。我这么正义，能放过魔族的奸细啊？好了好了，二师兄，我还要去看书呢，待会儿见了啊。嗯。
怎么样，走了吗？嘘，别出来，他可能还没走远呢。哦，齐剑，啊，你刚才在和谁说话呀？没有。早就听闻国教学院的藏书馆收藏着古今各种孤本秘籍，寒食一直想见识一下。都是些书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出来吧，闭门谢客，是国教学院的待客之道吗？韩师兄，陈兄，久违了。不知道韩师兄打算怎么处置我们这些逃犯？你的确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。其实就我个人而言，并不相信陈兄是魔族奸细。只是秋山君一口咬定我就是魔族奸细，是吗？大师兄的话，我不能不信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不是魔族奸细，也没有亲手杀了关飞白，秋山君是出于什么缘故，一直把我推出来承担这些罪名呢？你是说？这还用说呀？你们秋山君才是魔族奸细呢。就是。他招我师傅啊，就是为了当替罪羊。不，我大师兄一生除魔未到，怎么可能是魔族奸细呢？哼。韩氏师兄，我和秋山师兄相处多年，我也不相信他是那样的人。不过你有没有发现，他最近变了很多？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晚上练功而已。你是要帮着陈昌生一起来对付我？孰是孰非，究竟谁才是魔族奸细？我想韩师兄一定会有自己的选择。孰是孰非先不论，城里现在到处都在搜捕你们，不仅是国教学院，我们还奉命搜查你们可能藏身的每一个角落。这一次我就当没看到你们。师傅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溜呗。怎么溜啊？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关卡。其实韩师兄已经提醒我们了。站住，什么人？骊山剑宗弟子，奉命搜捕逃犯。请吧。等一下，请几位把斗笠摘下来。摘下来吧。对不起了，本官也是出于谨慎。明白。你们几个去哀家店铺仔细搜查，不可放过任何可疑之处。是。你们先走，我等一下沙师弟他们。也不知道这个陈长生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为了他，现在整个神都都翻了天了，调动这么大的阵仗。听说连圣女也和他一起背叛了人族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哎，齐剑师姐，你们几个怎么才来？快点，跟我去搜唐家老宅。是。校尉大人，我们先行告辞了。请。接着搜。刚才真的是好险呐，吓死我了。废话，要不是师父英明的话，我们早就露馅了。说得对。我得先走了，外面那些师弟还等着我带回去呢，你们小心。这次真的麻烦你了。这么客气干嘛？你们还救过我的命呢。
我走了。嗯，大家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，记得不要点灯，外面可能还在搜查我们。 这是御神符吧？嗯，师父给的。他说只要有外人潜入，就可以提前预警。他的确是心细，总是能想的比别人更多。但他想的最多的，还是徐姐姐你啊。我倒是希望他能为自己多想一点。洛洛，长生的伤势是痊愈了吗？当然痊愈了。 自从神女姐姐给过药以后，她再也没有病发过。怎么，你觉得她的病没好啊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有一点担心。如果她的病痊愈了，那就太好了。长生因为她的病，经受了太多的苦难。师父他人这么好，老天却偏偏不肯放过他。在我小的时候遇到他，是我病得很厉害，差一点就死了。幸亏有他救了我。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身怀绝症，只知道整天缠着他，让他陪我玩。真的？那你们都玩什么呀？我们一起玩过很多，我们一起做竹蜻蜓，一起烤鱼。玩累了，就一起坐在大树上吹熏。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我也听过师父吹熏，我就知道他在想你。不过可惜啊，运气不好。 我去找师傅了。洛洛，这张床可是上等红灵木做的，气味可以安神补脑，有助睡眠。是我爹的心头至宝，平日我想在上面睡一觉，我爹都不让。看开点，只要人还在，自有相见的一天。我知道。 长生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！怎么会这样？ 星镇怎么了？星镇怎么了？你的寿元依然停留在20岁，也就是说，你在20岁之前还是会死去。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改变。原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吗？师父，师父，怎么样了？ 我没事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你们两个记着，不要告诉大家，现在是非常时刻。一切以大家的安全为重。不管现实有多残酷，这一关我们一定要闯过去。殿下。 你说我们这样偷跑出来，先生知道会不会生气啊？当然会啊！啊，那我们岂不是糟糕了？那也只有你，师父什么时候罚过我？对哦，嗯。哎，这里人这么多，
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你傻呀、啊！人多才好隐蔽呢，人少早就被人盯上了。奇怪，约好了在这里，人呢？哎，怎么穿成这样了？不扮成这副样子，怎么瞒过皇家密卫的耳目啊？50文，50文，1文都不能少。我这东西都实惠着呢。殿下，你也太胡来了！现在外面这么危险，你还出来到处乱跑？我不是着急吗？东西呢？都在这里了，殿下。你要这么多丹药，难道是先生的病？我师父好着呢。麒麟菇呢？哎呀，殿下，那可是白虎特地给您留着提升境界用的宝物。哎呀，这境界能救人吗？那麒麟菇可以啊。哎呀，秦叔叔。殿下，你还是回百草园吧，你和先生不一样。圣后看在陛下的面子上，不会为难你的。不要，师父在的地方才是最好的。先走了，再联系。小心点儿。